7月17日晚上，乐华如约的举办了演唱会，很多粉丝都拿着灯牌来到现场，只为了能够给自己偶像加油助威。王一博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不过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现场全都是王一博的应援色绿色，很多人都说家族演唱会成了王一博的个人演唱会。如果不知道真实的活动内容，大家应该都会以为是王一博个人举办的演唱会吧。全场都是一片绿色的海洋，王一博抬头看着自己的粉丝，也是一脸的骄傲和自豪。想到前几年在舞台上表演，但是台底下却没有自己的灯牌，但是从前年开始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了很多粉丝的关注，这就是对他最好的证明，也是对他实力最好的认可。当王一博看到台上都是自己颜色的时候，他在台下偷笑的样子也特别像是小朋友。此时此刻的他内心应该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吧。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真的非常不容易。王一博是唯一一个从头至尾都没有喊过苦喊过累的，他把跳舞当成了毕生的事业，而且现在无论在演技还是在唱歌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。王一博加油，未来可期。